歡迎大家出席民建聯的新書發布會。明年呢，就是民建聯成立20周年，由1992年成立之初的56人，到今日我們已經有超過20000的會員了。這本書呢，亦都是我們通過一批民建聯會員的口述，向讀者是展現民建聯的發展。書裏面呢，我們訪問了總共有43位的民建聯的會員，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呢，講述了他們是怎樣走在一起的。借這個機會呢，我想再次感謝聯合出版集團，這次是我們同集團第三次合作出版書籍，希望大家捧場，開卷有益，多謝大家，請大家多提意見，多謝多謝。